开始。再来个教程，我天哪，还有学不会的，学不会了咱们教程经常发。油灯品原始大号叫做顺，换这样。我的天，会跳，抽进去一圈儿，两圈儿，高点儿啊，三块，快点往后，加紧。里边还是里边装网线，膝盖的位置斜上方。哎，接上花，哎，快点！我刚才我在那打一网了，这是我给那打的吧？接上花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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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最后，两层挂网兜，左手抓紧就行啊。推点网线，压住这一边网线，食指压住底缸，大拇指挑着底缸，拨起来。啊，这链套不怕均匀啊，裸露在外边。哎，这都差不多了，试试吧。整个缸上还这么多网呢。套篮子，你往哪儿套哪儿，背对面。啊，背对啊，拐对面。我的。我的。啊？是背吧？还往上移了没？没上鱼篮子吗？看上鱼不上鱼啊！上鱼了，老铁们，红心都起啊！开始啦！好啊！看看有鱼没鱼啊？还是往打那都不带走的。看激流也没问题。啥事儿没有这玩意？有错没错呀，要求不高，三根都可以。有好嘞。啊，我都往这一撩的，你看看这多少鱼。啊，你看看我都，哎呀，天又塌下来，天又塌下来了，看看老铁们。看看，看这儿撸了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，绝对出大事了。你看那边，看那方向，你夹着一网整准啊。看这红串啊，这啥事儿啊？你这家伙，这老根，这啥事儿啊？我等着往去，我都往那一撩的，老王，你这玩意儿，你看，上哪儿不理去？出啥事儿啊？还是播呢？没有啊。油灯品原丝，最大号，半只眼，钓都四米。嗯，